农委会林春所谓处理研究员齐家军，其此事就当中医出乎。齐家军同生态测量同空间自信学内，真内前所谓经验的团队，目标是爱挖出头一种全台湾台所谓分布的地图。前所谓经验团队当中的齐家军，亦是桃园新埔的学员，佮有一群乡下去吃所谓的盘。按到原来，也着因那去测量同东岛台所谓留下的当珍贵的资料。五年前，客家新闻杂志每次谈到齐家军，去到南投石木村，圈圈的去记录，也好按神秘又按难的进步。接下来，俺就乡下去看那个精彩的头摆。在林子所做处理研究员的齐家军，2018年是带了一群盘去到南投的神木村，研究任务过几天，还会测量神木酸的有几高位。一条生源向下行过石头泥崖的后巴，轨道位都归快行，总算行到位神木村。像它吼、哦、上面那个累积的土壤都几百年厚啦，都很厚。齐家军是几号的测量行通的小心眼，伊那会去白树的，看那树密挡风又暗多马鸡，也分铁路归相宜。做研究，我也是希望我去做比较少人做的研究。那森林树冠层的研究比较少人做，其实在那边看到的昆虫跟动物通常都是新种，因为亲手引去这边调查嘛。啊，这边的动植物他们也很少下地。竹地村南近，齐家军的盘是天然过强松的白树的，两下班就白松起的，天然就开始做事。绳结卡到，我过去拿好了。一条子工向下白树调查树密挡风的东西，一百个任务由几下去行验。接下来研究论讲，亚团爱按照客家白树团。我们在上面就。第一个要先找一些像附生植物啊，或是有什么动物、昆虫什么之类的，或是一些像什么树洞啊，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这棵树啊，看起来好强壮，可是它其实是一头空心的老树。可是它里面，我们昨天那样看，整棵树都是空的。对，然后它真的是，我觉得真的是国宝。哇，紫色的，我不曾看过紫色的。总数八公为前沿研究，清清楚楚记录论提防的文化。这棵树它其实就我们生态学家来讲，它有生态上的意义。可是对整个神木村啊，对整个台湾来讲，它其实文化上还意义还蛮重大的。齐家军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结合现役跟实践，推广环境教育，为韩国东瀛地带台湾山那的贴片行检太资源。客家新闻陈清碧、熊一发综合报道。